人类的历史即是科技进步的历史。1866年，德国西门子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工业发电机，让德国一跃成为工业强国。1908年，美国福特 T 型汽车的诞生，让美国成为车轮上的国家。作为全球工程机械制造领军企业，三一创新不止。从亚洲首台1000吨级全地面起重机，到全球首台3600吨履带起重机，从国内第一台混合动力挖掘机，到亚洲最大的旋挖钻机，从世界第一台三级配混凝土输送泵，到86米泵车，再到 A8 砂浆大师，一项项创新纪录让世界见证中国崛起的力量。为缔造最高品质的起重机产品，三一重机每年将销售收入的5%至7%投入到研发。历时三年，依托三一全球研发创新平台，打破技术恐惧，打破路径依赖，以创新的产品设计、领先的精湛工艺、卓越的产品开发流程，颠覆传统的造车概念，推出 S 机型新一代超级起重机，集成领先科技，全面满足需求。新一代 S 机型起重机 STC200S、STC250S、STC500S、STC750S 四款产品，在起重性能、整车刚性、油耗性能等方面全面提升，六大亮点为您打造财富传奇。一、超级强劲。S 机型均采用高强钢材 U 型主臂，紧凑式臂头、臂尾，重量降低50%，提升搭接量，吊臂性能全面领先。液压系统采用电控变量马达，最高行驶速度、最大爬坡度等底盘性能全面提升。二、超级精准，采用创新液压系统，提升回转微动性和稳定性。最小回转稳定速度取得重大突破，保证吊装作业更平稳、更精确。三、超级节能，国际领先的动力传动匹配优化技术，实现底盘动力强劲、燃油经济性最优。同时，动态功率匹配控制系统实现工作怠速最低，根据负载变化识别动态功率，调节发动机转速，实现油量自动调节，作业更节能、更高效。四、超级安全，创新设计理念，采用重型高墙车架及新型转台结构，刚性及承载能力大幅提升，回转稳定性更优。同时，总控保护、过卷保护、过磅保护、带塞伸缩保护、极限过载保护、防倾翻保护、多重安全保护系统，整车安全性更高。五、超级智能，在智能技术应用领域， S 机型起重机应用智能化故障诊断系统，可快速准确诊断，排故更方便更快捷。数字化集成式总线仪表，界面清晰，内容丰富。另外，整车还采用数字油门控制，怠速可调，更高效更节能。六、超级舒适，新一代 S 机型起重机在产品体验及实用性方面更具人性化，驾驶室舒适卧铺设计可供选择，同时优化发动机、变速箱及传动轴布置，走台板空间平整美观，存储更实用。集成 S 型三一重机，卓越领先技术，重磅推出全球首款混合动力 STC750S 起重机，在具备 S 机型75吨产品超长 U 型主臂、重型高墙车架、新型转台结构、电比例泵控系统、创新布置底盘、舒适驾乘空间六大优势的基础上，混合动力 STC750 创新多项全球领先技术，全球独家采用串联式混合动力技术、多工况组合技术、发动机功率优化控制技术、高效电能分配技术、蓄电池配重技术，使经济性、舒适性、高可靠性全面升级，作业零排放、无声、环保、可持续性，开创起重机绿色节能新时代。不断刷新数字的变迁，不断改变操控的创想，
不断超越未来的梦想，持续创新，厚积薄发，全新一代超级起重机，业界经典，魔力传承。